好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23句哦。他说呢，就是因为 this name，因为这个 name 这个名字叫做 Frankenfood，他们叫它科学果，所以呢，也就 suggest 也就暗示着这个事情这个道理。他们认为会命名他们叫科学果这群人，他们认为 this new fruit 这种新品水果 are unnatural 这种新品种的水果就是不自然的、非自然的。那不然是非自然的东西就应该怎么样？因此 should be feared 就应该要被害怕。各位可以看到老师用 be 动词加上 fear 的 PP。我把这个 be feared 划底线，因为提醒你它是被动语态，be 动词加 PP，好，这个 feared 加 ED feared 是它的被动语态，be feared 就应该要被害怕，对不对？科学东西对我们人类来说就不是那么自然，我们人类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那不是这大自然所制造出来的，我们就应该怎么样？Are natural，非自然的东西就应该要被害怕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5段，still 仍然、依然、依然呢？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很多人依然还是相信着这些 GM fruit。什么是 GM fruit？GM 这两个字在前面刚刚有说过，它就是 genetically modified，genetically modified 就是基因上面被改造的水果。这些水果呢，are just as tasty as fruit from mother natural。这些基因改造出来的水果，它们也都是一样呢。和什么什么样的美味？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和什么什么一样，我们的中文和什么什么一样，在英文是会用这个 as 来代替。所以 a is just as 形容词 as b，所以呢，这个 GM fruit are just as tasty as fruit from the mother natural。什么叫 mother natural？就是大自然母亲。这个大自然的母亲叫 Mother Natural，它是个专有名词，各位要留意哦。这个大自然的母亲，我们都直接帮它大写了，M 也大写，Natural 的 N 也大写，哈，这个来自 from the Mother Natural，从这个来自大自然母亲所生产出来的水果，它是呢跟 GM fruit 跟我们的这个基因所改造出来的水果，它们是一样的甜美的，还是有人相信，还是有人相信科学会带来正面的一些影响。好，那各位可以看到墨绿色的文法，这个就是一个原级的比较级的句型。A 呢，在程度上，as，B 在程度上是跟 B 一样的，怎么样？好，接下来，sometimes 有时候，来下一句25句，sometimes 这个字哈，这一课它都用 sometimes，那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高一高二所学到的，偶尔有时候还可以用 at times，可以用 once in a while，可以用 occasionally。可以用 occasionally，这些都是偶尔、有时候。只是在这一课呢，这个作者他都用 sometimes。好，sometimes 有时候，GM version 其实有时候啊，GM genetically modified version 这个 GM 基因被改造的这种版本呢，这种水果 may test 它也许品尝起来，品尝叫 test 品尝起来的口感 even better，没想到还会更好。比那个原本大自然所生长出来的那种水果，这个 GM version 这个 GM 的版本是也许比较品味起来是比较好的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复习一下这个专门修饰比较级的副词。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even better，我们看到 even，其实在前面的一二段也有看到这个 even 来修饰比较级形容词，所以各位复习一下，其实专门修饰比较级的副词，除了 even 之外，其实你还有 much，还有 far。A lot, a little 等等可以用，他们在中文当中都会翻译成中文翻译成更什么什么的多，在程度上更怎么样的多，所以 GM margin, GM version may test even better，我们就可以翻这个基因改造过的水果版本呢，也许尝起来是更加 better, 更加好的多。好，再来 for example 举例来说咯 for example, for instance 举例来说，像就会有更好的 juicy。我们知道 juicy，juicy 是多汁的，再去掉 y 加上 ier 变成比较多汁的，所以呢 juicier 就会有更多汁的水果可以被 be produced 的，可以被制造出来。来，被动语态再找一下，be 动词加上 pp，这叫被动式。所以呢，更美味多汁的水果可以被 produce 被制造出来，好，with softer 我有着更柔软，with firmer 有更坚硬的 flesh 有更坚硬的果肉，好，然后能够 to suit 能够适合 customer test 去适合顾客的胃口 test 和味道，to suit 的 in order to suit 为了去合适这些顾客他们所品尝的口感。
好，再来 ，scientists can also breed。那除了这样，能够去做出呢 ，softer 更柔软 ，firmer 更柔。